哦，因为我看到你，我是觉得是有一种就是你可以让人家很开心。不过今天我们唱的是《我问天》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的动作，我还是建议动作的部分，就是因为它跟你唱非常非常有关系。像你到副歌《我们听》的时候，你是这样上去，所以你的声音才是没办法一次就到了上面，没办法直接，因为它是副歌嘛，我们副歌必须一次到位。对，那你的动作，你下次可以试试看，你是直接我们听，然后出去的时候，不管是你要往上、往旁边，手整个是打开，然后是有力道的，你的声音会跟着你同步去放那个东西。对，可能下次你可以试试看。对，谢谢。哦，你企图心越来越强了。哎，不错，你的动作表情有进步，只差一个没有到位。没有到位在哪里？就是声音跟动作没有合。声音跟动作没有合，就告诉你什么？就是你的声音那个动作的位置跟你的声音是不对的，所以它力动是分开的。口腔共鸣太重了。我们听，又来了，我们听。都在口腔。是，那也就告诉你在口腔的时候，你的动作已经出来了，告诉你声音要这样走，但声音没这样走，丹田地。也不对，我想要我，所以告诉你动作也在进步，也就告诉你肌肉线来的，但是丹田跟声音没有配到，所以你动作一样维持，注意去看我这个动作的时候怎么把丹田气拉起来，我你会不一样哦。你看你那么久，今天第一次突破，第一次，而且很自然，哎，进步很多，加油！啊，周大哥的进步啊，尤其我要夸奖你的是说。你现在这一次的表现，你在眼神的运用上面比以前活很多，啊，这跟从前真的是差很多。啊，你注意的时候就是说，你那个以前唱歌的时候那低的那种声音哈，也减少很多了。我们班上有两位同学啊，一位林崇光，一位都很会发这种声音。那林崇光这一部分他处理的蛮漂亮，有时候反而是变成特色好听。啊，那这一部分你也进步蛮多的，那你稍微注意一下，以后。唱到高音的时候，尽量控制住。好，OK。谢谢。